Hello, 阿巴卡巴，我是美芬 ，Welcome to my channel。今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就在刷 Facebook 嘛，然后就被一个消息震撼到，就看到了 Finas， 也就是国家电影局的一个贴文，是这样的 ：Finas ingin meragamkan ucapan tanya dan sabas kepada film tempatan yang tu private sabu arahan pengarah muda Muzamil Rahman yang mewakili Malaysia in competition di festival film antarabangsa Udine Far East Film Festival， yeah。Far East Film Festival 呢是欧洲最大型的亚洲电影影展。2019年的时候，我曾经凭着《姐妹》这部电影呢，去到 Udine Far East Film Festival。Malaysia， quindi diamo il benvenuto a Emily Lim e Mayfair Lim assieme alla produttrice Chic Liz. Please come on stage, all women. Welcome. Buonasera. We've been a struggling actress, but.Thank you so much, Far East Festival. Now that I'm here today, I want to go back to Malaysia and say I want to continue to act in film. Thank you so much. 然后今年来自中国的代表有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来自香港的有由刘德华与倪妮主演的《拆弹专家二》，最来自马来西亚的有。Gagal perangkap semua.好，那我们就来谈谈我是怎么样认识到 Muzamil 这个导演的。就创作了一个故事，然后过后在教授的鼓励之下呢，就拿到国家电影局 Venus 去比军，然后过后被 shortlisted， 可是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当时的一个师兄叫 Edward Kibun， 然后呢他就把我介绍了给 Muzamil 这个导演，他说他可能知道怎么做，而且他很愿意 share， 他很friendly， 很 nice 的。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在 Damansara 的 McDonald's见面了。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 point 是有某种程度上启发到他，然后他就决定把这个华人的对这个国土的想法写进去他的故事里面。当我收到 Private Sabu 的剧本的时候，坦白说我是有纠结的，因为戏里面的 Bella 呢，他是需要抽烟的，大概有两三幕吧，他在抽烟，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抽烟的嘛，所以我挣扎我纠结的原因是因为Bella 她是一个 escort girl， 她拿烟的那个姿势该怎么样，然后he sat了过后很不出来的那个烟的 shape 应该是怎么样，种种这些，哎，我就因为你总不能在 onset 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那个烟，这样的话就不符合那个角色啊跟剧情啊。他抽烟的时候导演怎么拍那个镜头，怎么拍那个烟，他都有把它写在那个剧本里面，所以我也会去思考要怎么比较有美感的去呈现这一幕。所以大概在拍摄前的一个月左右吧，我就拜托我的这边的朋友教我怎么抽烟，然后他们就说你是 beginner， 你就抽这个比较 light 的，怎么我在分享抽烟吗？然后至于我在戏里面抽烟的画面到底合不合格呢？到时候影片上了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再给我 feedback。Anyway， 既然讲到这个，那我就顺便来讲我戒烟的过程。所以呢，拍完《Private Sabu》这部电影过后呢，其实我大概经历了两个星期左右的那个走出角色的状态，烟还是继续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说完全 cut off 就 cut off， 我没有说完全依赖烟，也不是说什么黑梨什么歌，可是呢我那时候的状况呢是我一压力呢就像那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因为不知纠结着我的那个国家剧的舞台剧到底要不要执行，唉，成年就是就不提那个了。好 anyway 借口来的，就其实我就一直以为说拍完戏过我就可以马上戒烟，可是原来不是这回事哦，原来我呢无形中已经有了那个烟瘾，我一天呢可能就会抽大概两支烟这样，
然后我尽量 try 要 stop， 要戒烟，然后我不买，可是不买过后又忍不住，因为工作嘛，然后又压力嘛，那个状态之下大家抽烟也会跟其他人要一支两支这样，所以呢这个状况呢一直延续到可能一年吧，一年左右，然后呢然后呢，我就跟自己讲说，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你一定要戒烟。所以呢，我就这样断断续续的stop 了。然后呢，忍了大概可能三个月这样。可是过后一有工作，一有拍摄，我又再重回。然后呢，拍摄结束了就 stop， 然后过后stop 了两三个月，然后有工来，然后又在抽烟。所以这个状况呢，也持续了大概一年左右。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要谢谢 MCO 的到来呢，我一直都独独如妈妈，待在家里，然后就。没有出去也没有工作嘛，所以呢那个欲望那个烟瘾呢就慢慢的减少，然后你也不会记得这件事，你也不会去想起我需要抽烟这件事，然后我觉得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所以呢就因为 MCO 我成功的戒烟了，所以现在都没抽烟了。Bella 她一直都有烟瘾梦，她有 identity issue， 她觉得I don't feel the sense of belonging hereIn my country， 所以他很想出国，很想移民，很想到美国去。我觉得 Bella 她很勇敢。我常常在思考，换成是我的话呢，如果我在那一种状况之下，生活条件是这样的，我还会不会有这个勇气去不顾一切的追求我的梦想，去争取我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甚至到影片的最后呢，他做了一个令我。很惊讶的决定。好，今天就分享到此，因为电影还没有进入宣传期，所以我不方便透露那么多。好了，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请多多支持，有什么想问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我会回答你们的。 OK